来了来了，我玩了一个多礼拜，这视讯会不会太大？这个差不多吧，在哪里比较好？这里好了。哇，我好灵活哦，到处跑啊。左上吗？你说把自己这样遮住是不是？这样就很没有违和感哎，好像不错哦。我想这个游戏是跨世代武侠卡牌 RPG 巨作，它是有《射雕三部曲》正版授权的游戏啊，它是包含了那个《射雕》《倚天》跟《神雕》三部曲在一起的游戏。这需要刷手抽之类吗？可以刷，在前面集到大概200抽有吧，100多抽一定有，200抽我不确定有，应该是有200抽。然后现在这个时间有这个东西，刚好这时候有个叫新年烟花的，每次登录送5抽，连续10天就送你50抽。哦，数学不错哦，我第一个抽到天竺神，我想说这有办法玩吗？但我还是玩下去了。对，后来我去查了一下，它其实也不差啦。只是我一开始我第一只脚是这一只，玩起来心灵祥和的感觉。你看我左上角头像就知道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左上角头像代表我手抽的是它。其实我们最近不是有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广告吗？说什么你如果抽到欧阳锋，你就是真正的欧皇。你只要把他的等级一直升上去，升上去，他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关都通了。这个是真的啊，他真的很强，这不是在好小，这真的很强。这个主角蛮特别的哦，他一开始你们在通关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办法攻击，主角就是在那个队伍的后面跟废物一样，只会在那边趴着。但是当你通关到某一个程度以后，对，你会学到这个东西叫做九阴真经。主角学了九阴真经后，他就站起来了，不然他原本都是趴着的，站起来后他就可以跟你的那个侠客一起打架。开抽，拜托来这个吧，来跟欧阳锋、张无忌、周芷若，欧阳锋、张无忌、周芷若。此师哭啊！可惜，哎，等一下，等等，他爆雷了！我操，我一次三个局的，我靠，直接中张无忌也太神了吧！哎呀，在，哎，马玉，等一下，马玉好像是死尸，哎，传奇哦，不好意思，两张了，再抽，再来一个。哇！这是祈祷欧阳锋跟周芷若。哎，周芷若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太好抽了吧！哇，这工程师上线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工程师上线了。哎，我整个队伍可以重来了，我可以重新换我队伍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太神了吧！到底有没有欧阳锋呢？哎，我觉得很大概率哎，我的保底快来了，我的下一发就是保底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感觉下一发就是欧阳锋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下一发就欧阳锋了，来了，真的不要害羞了，欧阳锋来吧。哦，又一个张无忌是怎样？哦，好多张无忌哦，哦，又一个张无忌了，直接把张无忌升级了，太舒服了吧？四星张无忌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再抽，感觉要开红了。我现在唯一的期盼就是欧阳锋了。哦，又一个周芷若，哇，两个周芷若，两个张无忌，太晒了吧？好，各位，我跟你讲。又到了关键的时候了，我感觉欧阳锋来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奇迹啊！一次4张，来吧，欧阳锋，在下张郭靖，哇，不是欧阳锋，侠之大者也不错啦，啊，可是不是欧阳锋，感觉还是差了点，我们再抽最后一次，哦，陆乘风，哦，要怎么差两个字啦？20年前一别，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啊。好啦，也有一个风啦，可以接受。好啦，整体来说，我说真的啊，抽的还不错啦。两个周芷若，两个张无忌，我这个队伍已经成型啦。我最后乞丐，你是当年第一大胃王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吃东西也是很厉害的。哈，嫩，你还有3个鸡腿，4个包子啊？哦，我可是也是活了30几岁啊，这个手速不是开玩笑啊，从小练到大的。然后这个是财神活动。那个刀不能接，很明显吧？应该没人会去接刀子吧？掉下来刀子不要接啊！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。哦，啊西吧！我被左边的刀子捅了。啊西！一定是我的滑鼠灵敏度太高了，太难以控制了。不然以我操作，怎么可能被那刀子捅到呢？对不对？我堂堂一个星海前职业选手，会被这刀子捅到？你敢信？可是你刚刚被捅了3次。《神雕侠侣》原著的故事在哪个朝代？汉唐宋元明清，南宋。哦，我怎么那么强？《倚天屠龙记》一书中什么毒物名列天下第4期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3啊！干，谁跟我说3的 ？Fuck！ 太难了吧？
我要去念书了，太难了。为什么到这最后还要羞辱我呢？啊，先到这。如果要下载游戏的话，这是我的连结嘛，大家载一下啦，一起来玩吧。